继续来关心宜得乡的消息。占贡来艺集番麦生产面积将近两成，宜得乡农会去年辅导农民通过产销努力验证，并且降级宠物食品生产饲料，确定毛小孩商机。72岁农事小组长卢宽智笑讲，都市生活第二代，少年人把宠物狗啊、甲猫啊当作囡仔，我只好把因当作孙啊，种出安全的食材。农林署南区分署表示，近年持续辅导协助农友加入安心安全栽培行列，为提悬产品的附加价值，每合农企业或者是具有规模的公司，请买相关的产品。伊在去年产销努力的业绩翻倍，2818公吨，全由福寿公司购入作为宠物的饲料原料。伊在农会指出，全台种植业绩翻倍15000公顷，伊在就占了将近两成全国机关。计开发休闲零食加工产品，包括原味、焦糖口味，翻倍拢供不应求。去年在辅导协助农民通过产销努力验证，投入宠物食品原料。所以一直拢会。伊咧提供这个物件，就是讲第一点，农民家中的需要会当加10000块以上，加10000块以上，啊，而且吼，佫会当唔免进口，哦，减少进口嘛吼，啊，增加农民收入嘛吼，啊，减少外汇输出，创造就业人口，啊，这是阮一直拢会道理来一个，一个理想啦吼，所以吼，伊到目前这一单，含阮客座的面积好，含阮客座的。公顷都有500公顷啦吼，啊，大概数量都有2700吨左右。啊，今年一年吼供不应求啦，就是讲大概都会当增加到200公顷以上啦吼。因为阮大概都预估200公顷以上，我有含福寿的副总经理讲好啊吼，希望伊会当去提高介绍甲阮买，啊，互阮的农民的收入更加好咧。吼，就是提供优良的产销履历产品啊，互咱的。伊就做原料啊，辅助会当做一寡较好个物件，互咱个小猫，伊个宠物饲料食啦吼。啊，伊个这伫市面上个销售非常好啦吼，供不应求。总干事洪英莲讲，利用暗时农闲个时间，以及各种机会，说明产销努力，两冬来凝固了505户个小农经营。不过新的栽培记录模式也对老农民是挑战，靠政府提供辅导资源，成为农会后盾。农会做经营严谨主体，协助小农客作户登录资讯，提供多元的奖励措施。目前严谨的生产面积达到485公顷。最新新闻，中立新记者向采访报道。